这是哪里？哦，这是我们老师说第二间工厂。现在我带你们去我们老师说第三间工厂哦，走。蜂蜜蛋糕是人人喜爱的下午茶，想成为蛋糕特级师傅吗？想的话，走吧，美味的秘密就在里面。Go！首先，第一步备好料，才不用一直跑市场。需要的有高级烤盘、完整鸡蛋、光滑蜂蜜、牛皮纸啊，不是烘焙纸、温开水，还有植物油，其他上网查。接着第二步，搅和烘烤，水乳交融，高温烘烤。因为配方关系，直接跳到我们将搅好的秘方倒入看起来像德国原装烤盘，但其实只是卖场随手可得的烤盘。看它滑入烤盘的瞬间，像是湖中女神在我耳边告白一样，好疗愈啊！倒完之后，把容器内部净化的秘方刮呀刮，强迫它进去那便宜的烤盘，乖乖就范。我们再用前面没介绍到的普通刮刀刮那些不净化的秘方，就这样刮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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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接着我们放入比上温暖更温暖的烤箱，烤啊烤，烤到它听话为止。在烤的过程中，可上老实说粉专按个赞，看看普渡活动、汉品推出等等。按完赞后回来看看自己的孩子，看着他慢慢的、慢慢的长大。烤两小时出炉后，仔细看看他的样子，让心里有个成就感，是不是有模有样呢？爽完之后将它取出放到地上，给他来个震撼教育。不是，是将空气打出来，这样蛋糕才会松软好吃。将它放在桌上，并拿起一块看起来古色古香，但其实只是很便宜的板子。再来把便宜的板子，不错，一块色香味俱全的老实说蛋糕就这么完成了。你看这焦黄迷人的表皮，加上那香气逼人的味道，你看那沉静透彻却又不失性感的光泽。单单几个步骤，几样便宜器材，竟然可以做出如此高尚的蛋糕，制作如此容易，价格如此亲民。看呐，这就是那传说中的老实说绵密蛋糕啊。随便的蛋糕遭人唾弃，手心的蛋糕令人流连忘返。飘香来自美味，美味来自纯粹。汉宾展在华山文创中师 A， 金老定就老卡，阿母就阿爸哦。